过年送这个，面子里子全都顾。我觉得麝香葡萄就是一个非常首选，因为它先帮你把葡萄穿衣服，所以收到会很开心的。多吃一颗吗？拜托拜托，甜度真的很高。对，重点就是这个，你看它是没有残胶，它还不会流残粉哦。我有化妆，你看。TVBS 的台自制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